喂，哎呦，哦，你来啦！我睡着了。我就知道，干好辛苦哦，你公别务员好迟可怜到。你哦。现在上班对啊？啊，没有啊，每天都睡得好舒服哦。干去死啊！妈废物，起来上班哦，干！啊，爽哦！别迟到哦。你好小声哦，我爸妈。来吧。那今天差开的差不多到这边啊，老王很累啊。这样嘞，这样有变比较大声吗？还是没有。有啦，这样嘞，有啊，OK，我觉得 OK 啊。老王嘞，OK，Excuse me，Excuse me，起床，Bitch，开台了吗？不对，起床。哦，已经开台了，是不是？开了啦。敢租哦！起而且我床没有广哦！告。你真是超困声呢，超沙哑哎！吵死了！妈的，猪声！哎，我那个聊天室的截取能不能把字体改粗一点呢、你开是不是？啊？还是就只能对啊，我开啊，还是就只能这样？应该是可以可以。改啊，你就是换字型就好了。可是聊天室截取不能换字型啊，截取只可以取换啦。哦，你是杰男吗？你想抠教我喜欢教取我杰吗？教我教我怎么弄？没有，他要改 CSS 对了。啊，麻烦。啊，好吧，那我就不先不改。哦，我直接哎，贴而且给你了。我的台的那个干抖内的那个都不会动，希望有表哥可以用 TeamViewer 连线帮我改一下。看，超烂身手牌。希望。你可以争到表哥，但 希望我表哥死掉。你在那边 ？Oh my god！但好希望男朋友的表弟吃屎哦。我爸妈听到没有啊？谁 是他的表弟啊？哎等一 ，and I'm 下，贴给你。feeling 哎呦，照这个贴上去。哪一个？我看。你就把这个贴上去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CSS 把它贴上去。OK。可是那个高这长高，你就自己那个再改哦。好，没有问题了。OK。哦，你好棒哦，You so good。好，我就知道今天会这样啊、好猛哦。那个隋唐怀孕了啊、不是我。你完全懒得吐槽了，我对刚睡醒啊，啊，好累哦。北兰，你的日期超大的，日期大才 man 呐、啊，干，干你聊天室，没有啦有啦，读出来了有了有了，OK OK。哎，老王，那你会用那个 donation 的那个吗？他废话，不当然会不会啦，啊！干，你学一下教我嘛。干，好累哦。哎，我房间现在整理好了，现在超美的哦。好猛哦！你要不要先拍照？今天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干净了。真的，你不要紧张，我已经拍过了。因为过了一天之后，现在已经没哎 你聊天是可以截多一点吗？你知道怎么改吗？改长宽高是不是？你把高改多一你点，把 H 改把高它稍把它，然后把它缩小一点。对那我，H 改高一点的，改成9000哈。9000太多了，白痴哎，他没有变啊。哦，哦，会用吗？我会了，我会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好，太谁脏是射子工了，具女啊？太脏了，太脏了，太脏了啦！谁是射子工具女啊？简称社工女，社社工工女，完全另外一个人。感觉很狂做公益的人，真的太困了。我今天很困，我昨天5点才睡觉。Oh my 然后god！7点半起床，你先去当伴郎女。哎，对啊，哇，结婚的流程好多哦，可是他已经当是伴郎，简化了，但是还是蛮多事情。当伴郎好玩吗？哎，还不错啊。他要干嘛？我觉得我的朋友结婚都不会发喜帖给我。
会啊，我会发喜帖给你，而且我希望你觉得你会把会场搞乱啊。对啊，我觉得他们一定不会发喜帖给我。我不会这样想，我只是单纯在担心你会包多少钱给我而已。你哦，你我跟你感情那么好，那我就包个4444块好了。哎、欸，不错哦，你还包4000块，好爽哦，而且还是偶数哎哦。不是。好圆融好爽哦，接受好爽哎、欸，很超给力的、啊太给了我的那个新人桌后面那个跑马灯就会跑你的那个，因为你应该是给蛮多的，所以你上面就会写苏志贤，讲出本名很没有差啦，每个人都知道我本名，因为只要去 YouTube 打就会有苏志强，因为经历了人生的变动，说的也是哦，操你妈死旁白讲的好像我挨骂一样，可恶！旁白，我恨他，直接骂旁白来给我跟他道歉。我恨那个旁白，我恨他，他把我讲的很像我挨骂、欸。你是抗癌斗士？对啊，把我讲像抗癌斗士哎、欸，抗痘啊！我今天去晚上吃饭的时候，跟朋友吃饭，然后。晚上去星光三月地下，我们想地下就想买一点甜食吃这样、嗯，然后我们就经过一家卖那种日本的甜点，那种就是有什么薄饼啊，然后豆大福啊什么什么那种，嗯嗯，豆大福、啊，就是大福，然后里面有红豆啊那种，真的大福，然后你要拿那个东西这样扔、啊，然后哎、欸、来别攻啊别攻啊，然后你的大福只要盖到别人的大福，他的大福就是你的。豆大福，你要上网发一些夜晚食物，上网发一些文章去黑大福，然后把它豆倒，然后钮承泽就出来了，不是那个豆倒，不是那个豆倒，然后反正我们就去买，然后我朋友就说：“哎、欸，那个什么栗馒头很好吃，就是栗子的那种馒头，然后说那个很好吃、欸，哎，然后他说嗯，可是这个跟我平常吃的不太一样。”然后那个专柜的店员他就说：“这个，然后这个要参考一下吗？什么什么？”然后我朋友就问他说：“哎，这个是那个栗馒头吗？”他说：“对啊，里面是包栗子。”然后我们就哦，然后我们就看了一下，然后那个店员就说：“这个最久可以放20天哦。”然后我们俩想说：“嗯，这样。”为什么？后来走掉的时候，我就说：“这个店员太不会卖了吧？”对啊，因为一般来讲，那种东西放个2-3天极限了吧。如果你跟人家说放20天，大家会担心。他想骗你，没有，他想要你吐槽他。没有，他可能他一定想说，我们一脸看起来就是要买很多，可是怕吃不完，然后他就想跟我们说啊，这没关系，这可以放很久，可以放20天。我想说靠腰啊，放20天，那你是加了多少不该加的东西啊？真的，就他后面后面还很小声的说，不过第二天之后就开始发霉了。有个小天使出来讲话，你说大福吗？没有一个栗馒头，栗子馒头，那个应该是他以为你会拿去冰吧？没有，我觉得他以为我要买很多，我家有冰箱啊。嗯，那就好啦，你就放20天啊。好，才吃不完那么多嘞。我不会想要看陈如神之所说的电影版嘞、欸。那是什么东西？陈什么？陈如神之所说。哦，就是那个穿比基尼然后爆掉那个。比基尼吗？是比基尼吗？听神明的话是不是？听神明的话嘛，听神明的话。因为神如神所说，我觉得漫画比较好看呐、啊。我就很怕他会那个。我干过后不要哭上去好不好？哦，人贩哥啊，就觉得很那个啊，就觉得有点3D 崩坏，我不要。3D 崩坏。嗯哼。3D 崩坏。啦啦啦，好真点。前几天有一个观众，他私讯我说，他阿妈会看 LNG， 而且是他朋友在就是用 LINE 传给他的。没事是哦，我觉得好，还是想要低调了哦。他阿妈说很好看，他阿妈、欸、阿妈看了重口味呢。阿妈会看麦卡贝啊？阿妈，你知道阿妈也太晚睡了吧？对啊、哦。早点。阿嬷住美国啦 ，OK 啦，早上早起看的。日光节约时间，早上9点起来看。OK 的。超猛的。哎，这种时候低调了没？哎，顺便哎，上礼拜应该已经讲过了，不过这里不知道还人没听到，再讲一次好了。就是很多人会想什么，就是你们公司学校做作业啊，要访问什么什么那个不要。不要访问我们，因为我想不到有任何多余的主题是可以访问我们。你们想一下，
有什么作业的主题是可以访问我？如何在如何快速的登上社会版头条？我们到登社会版头条，我们每次都游走在社会版头条边缘了。那这样就还在报纸的旁边，马上就跳进去了。如何让快让体重计转一圈？哎、欸，好难过、哦。就直接把体重计转过来。如何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？那我就是想不到，因为我就是想不到。对不对？他们可能有要采访，就是身边的肥子。等一下，如果我们是他们身边唯一的肥子，那请问你们是住在哪一个天堂国度啊？是天堂吗？应该是难民营吧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嗯，访问 NG 应该没有任何就是学校的作业会要我的偶像之类的。我的偶像这种只会出现在小二作文吧？搞不好就会有啊。小二作文就自己写就好了，干嘛访问我们？或是就是希望举一些反例，比方说如何让自己走上正面的人生，然后从正面的例子，然后带一些反面的例子，这样。那我们是反面的例子吗？对，我们就是社会的边缘人啊。台湾读大学，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作业会需要到。就是如果他是很比较靠网络这方面的，搞不好就会什么新兴产业什么什么之类，不啦不啦不啦。可是 NG 我们也没有什么，我们也没有在赚钱 啊。像那个有，我想说希望可以帮我们，然后他的标题是，就是哎，是他访问好像类似就是乐于工作的人，然后。我那你应该去访问老公呀，丁。对呀、啊，然后我就想说，他说，后来我就说，嗯，你应该知道我们不是职业的，就是 LNG 不是职业，没有吧？你们应该知道，如果我们有中了痛的话，我们一点都不想工作吧？没有，就是你应该知道我们不是职业的吧？然后他就没回我了。对啊、我觉得应该有很多，他也有可能不止丢我们，然后丢了很多间了啊。哦，我觉得应该有很多题目是，我觉得应该有很多题目是可能可以跟我们有一点点关系，但是大部分的人想要访问我们，可能是因为觉得，哎，这样子可能比较快。比如说我乱讲，比如说他们说，比如说是题目是网络名人，嗯，那与其去找蔡阿嘎，不如来找 NG。我觉得应该大部分是这样吧，因为比较好找，这样对，感觉比较好找。可是重点是。我们也不是，就是我们不想要，就是把人去就是曝光，不要宣，因为不喜欢人家宣传。我觉得，嗯，我觉得重点是我们跟所谓的网络名人的那个，我觉得就是教授或老师出的网络名人这样的题目不太一样的地方是，他说的那种可能是哎、欸、有因为这一个然后成就了他，不管是经济上或者是工作上的一些成就，可是 LNG 不太算、啊、因为 LNG 不盈利，然后我们也没有扩张，我们也没有公司，我们甚至连实体页面都没有，我们就是几个智障，然后晚上 call Skype 这样。哎、欸，我不是、哦、没有，没有几个哦，是你而已、哦，智障只有你而已啊。对啊，烂，不但智障，而且不疑心。我觉得对他们，对那些老师教的，可能网络名人是有出现过在电视上才算吧之类的啦。啊、所以我就说，我们就是上个社会版头条就可以了。知道，就，哎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必须要人家什么拿出来讲。好，反正结论就是这样。对，反正结论就是不要管我。还有啊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讲，就是、嗯、因为我啊，鸟子，然后老王，我们是在 LNG 嘛，然后很多人都是就比如说喜欢我们大家，然后。会想要寄东西给我们大家，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说，有些人可能不知道，我们三个见面的时间实在他妈太超久了，我们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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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才会见一次面，然后我们现实生活根本不是朋友，我们现实生活根本丑没有啦，就是现实生活我们真的也是很少见面，因为我们本身就很早出门，然后我们也要大家都在工作，因为我们不太那个，我们是昼伏夜出的生物。对，昼伏夜出。但是我们不是吸血鬼，我们只是一群肥宅而已。对，我们只是我们就是胖到没有办法动而已。
很少那个。然后可能你们会有错觉，我们刚刚常常见面干嘛，所以就会想说哦，寄东西。你就是你们寄吃的东西给六汤或鸟屎，然后要转给我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已经不见了，因为吃掉了。然后你们有寄东西的管道，唯一的管道就是在麦卡贝吧？因为 我们租一个信箱好了。然后对，就是麻烦的地方就是说，像我跟鸟屎是在麦卡贝有工作，这样子没有关系。可是比如说老王他也不是在麦卡贝，然后有些我知道你们会准备一些吃的。就是比如说饼干啊，或者是海底鸡，对啊，或者观众有那个手工做一些东西什么什么的。可是像我跟鸟屎家里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储藏空间，还有诱惑。对，就比如说做很多比较大型的东西，怎么干嘛？一方面我们比较难运送，然后对啊，吃东西就比较难保。对啊，保鲜。我觉得六探想要说的重点只有一个啦，就是我们很谢谢你们寄东西给我们吃，然后我们也不会排斥这件事，但是不要一次寄太多啦，就是一方面是你们也不要破费，就是，二方面是我们也收不起来。我觉得就是不要寄，因为一直都是麦卡贝在帮我们收，对，我们 也是啦，都我们也不是天天都寄。我以为你要抖出一个很惊人的事，因为是麦卡贝在帮我们吃，要帮我们就是储存，因为我不可能骑一个摩托车，然后可以带一大堆东西回家，嗯，然后我也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啊，因为还要等于是他帮他们多了一份，不过多了一些工作这样子。所以当然大家寄东西当然是很谢谢啊，可是就是当然我就是不太喜欢麻烦别人嘛，你们大家也知道这样，所以如果是卡片啊小小张的，对啊，那个就没关系了，就可以，但是就我觉得我吃的会生，或是跟卡片一样小张的钞票啊之类的也都可以，不要在那边靠眼。然后又有一次就说，欸，你觉得你要是这样做对吗？说到这个，你们知道上次有人寄一叠他自己画的钞票给我们吗？哦，对啊，然后上面有我们的图案这样，对啊，蛮可爱的。然后那个，因为真的也就是遇不到老王什么，所以我也没有拿给他们。对啊，对啊，我现在就自己拿来当便条纸，因为我家废物放不下，所以我东西我就是回中立的时候就要把他们运回中立。所以搞不好里面还有混一些东西是还没有给鸟屎或老王的。对啊，你的账户里面应该有40万是要给我的，你还没拿给我吧？没有了，那反正就是这样子，总之就是这样了，就是这样。对啦，反正每年都有台剧嘛，台剧在啊也不要好了，但我太多东西，大家就是钱好好存着就好了啦。啊，你们就是。反正大家看台开心就好了嘛，不用寄东西啊。对啊，不要再寄东西了，台北房价那么高了，不再存钱真的是买不起啦。就算这些东西，大家赶快存啦，好不好？你们买那些东西的钱，我们宁愿你们，我们还希望你们好好的存下来，然后搞不好二三十年后就可以在台北买一个3坪的顶楼加盖啦。好小，没有啦，反正就心意大家都有，可是心意处理不方便了，我们也没有什么，我们没有什么自己的实体的地址可以让大家寄东西，所以又要寄到麦卡贝。可是我最近觉得越来越多，然后都是麦卡贝的工作人员在处理，在收东西，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我自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也不是他们讲的，是我自己觉得不好意思。好，对啊，我就开始归大强了。反正刚刚综合以上结论就是，第一个是什么？我们刚刚讲什么？天国的标界都要改进。第一个是你们要访问的话要切题啊，不要，我们不太那个不太高调啊，这就是跟第二点一样，因为我们三个就已经很少时间，对，就是一相聚，然后还要什么访问，反正我觉得做作业这些应该都蛮及时，我想大家应该都会很晚才开始做，但是我们回应的时间通常都会相隔很久啊，对，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啊，还是哎。如果不是那种这么极端，比方说我最喜欢的退取实况组，挂号礼拜六晚上限定那种这么切题的就算了，好不好？但是那种不切题，你可以找身边的人访问，就找身边的人访问比较快。
对啊。然后第二个结论，我一直鬼打墙啊，因为我看聊天室没几人听懂的感觉啊。然后第二个结论就是啊，大家不要再寄东西啦，这样子麻烦麦卡贝员工，真的很不好意思啊。而且我的东西从头到尾都没收到过啊。有啦，我还是有拿给你啦。如果你们要寄东西给我，就不要再寄了。有啦，我还是有拿给你啦。屁啦，你有拿过什么东西给我？我有，你来我家的时候，我有说雷神跟海底机是你的，你说你懒得拿，但是你已经吃掉了，靠背了。海底机我吃掉，雷神我没吃掉啊。雷神在哪里？我吃掉了。没有，雷神是后来你叫我吃掉了哈。看我真的想你吃掉。不是，我那个时候带一袋的东西回中立，他说：“哎，怎么会有巧克力？把它吃掉啊。”不是，是没时间整理啦。好，反正大家心意。哎，我自己买雷神给你吃，哎。不要了，给我钱了。啊，给你15块、啊。好了，好耶！15块要耶，好可怜哦，上班好辛苦哦，活着为什么这么的疲劳？好辛苦、哦！为什么我们活着要这么累？为什么只是为了15块高兴而已，就让你有这么大的感触？对啊，你一直付出15块，居然这么负面？为什么连15块都这么的庆幸？我很高兴。你要拿几次15块才可以在台北买一间房子？超久，你连一碗牛肉面都要存10次。150万倍差不多就可以买了，150万倍也才1500万，你只能买天母的顶楼加盖。那是100万倍，1500可以买的，那是100万倍，所以100倍的话，你刚讲几倍啊？需要回到正常才可以运算，对，才可以运算，不然一次工作太多东西了，真的。好啦好啦，严肃时间结束好不好？你们又说什么严肃？我说你生气了，对啊。反正我就是一个无时无刻都在生气的人啊！啊，反正我就是一个无时无刻都……哎、欸，我无时无刻在干嘛？在消委，消委的人啊！然后无时无刻大家都传讯息给我说：“为什么你要死要这样做的人？”你就是那个亲爱的，为什么你要死都讲不停？对，就是七矮人里面一直在生气那个，然后牛屎你就是那个傻子，你就是那个一直睡觉的、啊，妈的！我好累哦，我刚刚睡醒了，白痴哦，我刚刚已经死掉了。一个是瞌睡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是老王啊，真的，还好，好累哦，唉。哎呀，我刚刚一醒来，你们一播，我想说啊，死了，死劲都没剖哎，完全没有跟到你们任何的。拜托，我已经剖了，好不好？好猛啊！我剖了一个，我剖了一个格式跟内容都简洁有力的文。我看看，我念给大家听，顺便念给一些今天没看到剖文的大家听。我说，注意，12点半开，少啰嗦，你们还有一个小时可以买宵夜或者送宵夜过来给我。你要是哪里简短啊？超长，哪会啊？还长了，要见到好不好？00:30开。那我下礼拜要挑战，我下礼拜挑战更简短，下礼拜就破00:30。可以多贴一点时空。下礼拜就破更短，我连连结都不贴，然后破今天不开。那我再下礼拜我就破一个更短，我就直接破一篇写干。那我就破。我不po了，分散观点，直接不po，下个月开始直接不po文，无预警开台，不要关台，连po都不po，直接在电脑前面讲，解散，然后再下个月，再下个月我们就全部人准备好之后播 Skype， 然后开台说拜拜，然后再关台，超无聊的，但是就会然后说叭叭叭叭叭叭，叭叭叭叭，哎，累。好累哦，累的。我昨天打 M 打到4点多，然后躺在那边，然后说完了，明天7点半要起床，如果起不来怎么办？然后就睡不着。天哪！看你这是个小学生远足的心情啊？不是啊，这感觉很重要，别人的事情感觉更重要啊。哦，大概可以理解这种心情。别人的事情搞砸，不好意思。对。哎。哎、哦。我觉得当那种东西压力好大、啊。当什么？伴郎伴娘啊！你知道我以前，你知道我们大学的时候很喜欢说一些伤人话来伤害朋友。
意思？以前我就跟我们班的女生其中一个说：“哎、欸，你以后要当我伴娘。”她说：“为什么？我们感情又没有很好。”我说：“因为你长得很丑，所以你不会抢走我的风采。哦”这就是我平常在跟我学长玩的游戏啊！我突然觉得你今天被找到当伴娘不是很感动。就是我平常跟我学长玩的游戏，因为有学长同志啊，然后我都会假装就故意讲一些歧视同志的话。哦，我觉得，比如说他碰我，我说，那你要找他当伴娘，我就说，他一碰我就，哎、欸，学长，你不要碰我好不好？我的衣服都变粉红色的了，超级刻板印象。而且，然后他是要变紫色吗？然后有一次，我跟他说，哎、欸，学长，你家里有没有稳洁啊？又是老玻璃是不是？然后他说没有啊，干嘛？我说，就你身上有点脏哎、欸，你很坏。把人家玻璃几次啊？超多次。可是他这个对直男的刻板印象也超级。对啊，他对直男刻板印象也是超级败。干抓啊，打球啊，妈了把拿球砸你头！我说直男才不会这样，是流氓吗？根本就是流氓。超好笑。过分。我跟眼睛肿起来了。我吗？刚睡醒的关系，哇靠，真的好睡哦。你应该是睡一睡，然后是做梦，然后一直拿拳头打自己右眼。我这两天狂睡哎，我觉得我是不是就是那个，就是这个连假，然后跟我说，就是我身体说啊，劳动节就是不应该再劳动了，你要好好休息。我昨天从大概7点开始睡，睡到早上7点哎。干屁呀、啊！真的还假的？真的、啊，我昨天晚上完全是消失的状态，什么都没有看到。12小时啊！就是中途都会起来一下下，起来一下下，这样就是我妈叫我起来，还是谁叫我起来，这样爸妈叫我起来之类的。哇靠！但是我就是起来，我说要去洗澡，就洗到早上了。欸、哇！你这样睡四五三天，而且我也没洗，四五三天份。他叫我就是。我就说哦，我去洗澡啊，然后我就再也没有出现，因为我睡着了。你这样睡下去会长高呢？我不会长高了啦，看好像长高哦。你还想长高？我想长高，好像肉就会就是分散到别的地方去。才不会，因为整个继续等量发展，最后长成侠客欧尼尔，好吧？然后罚球都不会进。超过、欸！我罚球真的都没有在进哎！哇靠！那你就是侠客欧尼尔亚洲版啊！真的，那你就可以就是微笑对着镜头，然后扭肩膀，然后另外就有猫咪会扭屁股。GIF， 太扯了！屌哎、欸！好难过，我看到一个观众，我看到一个观众说：“哇，跟我密过的女生一模一样哎，再也没有出现了。”跟他密过的女生一样呢。再也没出洗澡之后就再也笑，这笑死！我去洗澡咯。他用罚球到底要怎么进啊？罚球的时候到底要瞄哪里啊？我想应该是篮筐吧，这个对啊，跟灌篮的时候一样吧？要瞄那个篮筐的上面那个红色线那边还是哪里啊？从来没有经过、欸。随便嘛，你怎么投进就打板啊？跟罚球通常都是你们以前体育课的时候不是都就是有那种篮球课，然后就会规定你要在罚球线。就各个角度，然后投进去，总共好像10球，然后看你可以进几球吗？好像有诶、欸，是叫什么？反正罚球线游戏嘛。宰羊吗？然后宰羊不是啦。然后就10球嘛，对不对？我就一直丢，一直丢，一直丢，最后剩一球，老师拜托了，让我过了。我每一堂课都来了，老师，老师不好意思了，我不是故意没有投进啊，我去放松一下，等一下再投好不好？还要放松一下，拳击手吗？投一投之后，然后就旁边喝水，然后还水桶泡脸这样。然后只剩明明就只剩一球，早就不会过了。而且明明就是打篮球，然后喝水漱口还吐血出来，然后再帮你额头擦凡士林，因为你破了一个洞，然后还叫你咬那个保护牙齿，然后再回去罚球线丢球，还是不中，还是不中，好难过，还蛮屌。而且，你们去路上投那种投篮机不会抽筋吗？哦，我不投那种东西，这个很累、欸。我也很少，我会抽筋耶、欸。我只要少投投篮机，我就等于是花10块买一个抽筋的小腿。因为我打篮球，不用啊，我晚上睡觉就会抽筋了。我所有的球类运动都超烂，你好烂所有、欸。
欸、我真的很烂，我所有球类都超烂，而且很多人都觉得，很多人对我的第一印象都觉得我很会打篮球，可是看我真的是我连运球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哎、欸、呀、啊，你们少啰嗦了，我真的没有说你们，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你是会运动的人哎、欸啊，可是我会觉得，可是我会觉得娘子不是运动白痴，我不是运动白痴，可是我应该是说我所有的运动都。会点皮毛儿，但是我都不强。就我所有的运动项目我都会，但我都很烂。就都有一些可能还好，但有一些真的就是很烂。像篮球我就超烂的，不意外啊！甚至就觉得你应该就是……哎，我连玩二 K 一五都超烂的，不能比啦！我觉得你就是那种会在床上。干床上是不是会在场上，然后中间，然后你完全没有搞清楚大家现在在投哪里，然后就撑着腰这样，不是那种，没有没有，我国中高中打篮球都是我可以很帅的运球运到篮下，然后不会上篮，就运到篮下之后传给外面的人。他应该比我好，我是真的是运动白痴。你们会正确的那个上篮的姿势吗？我不会上篮啊。啊，我不会啊！我超烂的，我不会上篮呐、啊。我觉得我们几个都是那种打躲避球，然后会被砸个半死，然后很快就会滚出去。欸、我不会、欸，我都会。我躲避球超级超级躲、欸，我躲避球、就是，我躲避球永远都是躲到最后。我号称那个啊，射子流线胖小子。我号称是中立泥鳅啊！哎、欸，我号称中立尼克拉斯凯奇哎、欸。完全没关系、啊，完全没关系。对呀，小时候超爱打躲避球的，我不喜欢，我觉得打躲避球压力很大，超是真的压力蛮大的，我觉得。喜欢呢、欸，可是我们大家都抢着一开始就冲去外场，砸人的废话。我外场拿到球的也比较少吧，如果很多外场的話，至少不会被砸、啊，至少不会被打，就是。我在外场，我都会不想打到人。你都会站在左右两边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我都会故意就是不打到人，然后我都一拿到就传给那一场的那种感觉。没有哎、欸，可是我会假装我要打人，可是我都朝没有人的地方丢。哇，你演技派的、欸，因为我不想要打人，我也不想被打，然后我又不想要进去，这是一个很不喜欢内战，就是一个不小心，就是一个不想要上体育课的小鬼。可是我觉得躲避球其实。我觉得是一个不，我觉得不太好的运动，我自己觉得。可是小学生超爱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国中之后，就会突然有一瞬间觉得，哦，你还在打躲避球，你是小学生哦。我觉得是因为小学生丢躲避球应该就丢不出很大力的球吧？你知道我国中的时候总是会有几个很痛的、啊。可是重点是他的心态是奇怪的。我觉得啦，我觉得啊，可是我小时候玩躲避球，并不会想要，就是觉得这是在伤害同学，就只是一心想进内场而已。可是我小时候就会觉得说，到底为什么要玩这样的游戏？它的好处到底在哪里？啊、跑步啊！哦、那你直接带队跑步就好啦，让你去晒晒太阳，就很像在玩游戏的感觉。可是又有在运动这样子。你在里面不会觉得自己很像羊群还是猪群，然后就是那种被人家打，然后哇塞！你小时候的想法就好愤青哦。真的，我是不愧是听万青的人。可是因为我觉得运动这种东西要看天分啊，真的啊，真的啊。对啊，那有些人我就是不，我就是丢人就是不会很大力，然后要不然就是我闪球就是没有那么敏捷，那我就是活该被人家打，然后偏偏这个又是必修的，你不会觉得这样？也是啦，对啊。所以我其实小时候也蛮反对的。对啊，所以我小时候只要一躲避球，我就会逃课，然后躲在草丛里面。躲在床上，然后跟洋芋片讲话，然后老师一找我，我就啪砍他，转出来的。我操！你就跟那个跟另外一个同学压手指。对对对。你看我国中的时候，我国中的时候，我们班有一个男的，他就是有一点胖啦，可是他其实就是快快的，然后有点胖。然后有一次，我们就说，哎、欸，他们就是打躲避球，打躲避球，然后他就一直死不拿球。然后我们大家就讲，你丢丢看嘛，你丢丢看嘛。他说，可是我丢球很大力。然后我们说真的假的？那你全力丢，你全力丢。结果他说好吧，他全力丢看。然后他一丢，然后我们那时候那个操场外面就是有加那种铁皮，因为外面的那个教室在装修，嗯，然后就那种很薄的那种铁皮有没有？然后他拿躲避球，妈一丢铁皮打凹呢，他直接丢过去，然后而且你还可以微微看到那个球旁边有一点那种
穿越音速的感觉，冲过去，然后还好往左边飘一下之后，因为他是左撇子，往右边飘一下，左撇子丢往右边飘一下，然后打到那个铁皮直接凹进去呢。我想说，靠腰，如果这个球打在我脸上的话，哇！我还好我没有被打到，我现在才可以这么长这么好看。我跟你讲，对啊，刚刚有人说我是在找不想运动的理由，可是我觉得别的运动没关系啊，因为你打篮球是。你去丢球，你去投，然后有分数啊。羽毛球也是啊，羽毛球就很好玩啊。哎、我这样讲好了，如果学校的必修是拳击嘞，每个人的鼻子都被打到断掉。可是我高中的时候必修是跆拳道。哎呀，如果你看必修说真的，要拳击，然后你班上就是有那种很壮很高，然后一拳就把你打到鼻子断掉啊，你觉得 OK 吗？你不想跟他对打，是你逃避运动的理由吗？就不是。可是我真的觉得躲避球的确是，如果小学的时候就是你不是很敏捷或者是很力量很大的类型的话，就是玩起来应该蛮痛苦的。真的，我也觉得、啊。我小时候也没有很喜欢躲避球，因为我就觉得说我也不想砸人。可是我不会想要砸不想玩的人，我想要跟就是想要较劲的人一较高下那种感觉。啊、可是偏偏就是他就是强迫所有人都要玩啊，因为他好管理啊。是哦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们那时候是他会借两种球，就是要玩躲避球去玩，然后要打篮球去打篮球这样。啊，好像是这样，好像是这样。对啊，都是这样子啊。如果老师说哦，如果他就分说哦，有羽毛球的，我不是跆拳道，是空手道。有羽毛球的跟躲避球的，那很喜欢砸人的然后很喜欢接球，觉得很有成就感，想打那可以去玩啊。啊，可是像我比较喜欢打羽毛球，那我就去打羽毛球，这样就好了。可是我们以前好像也是这样，只是看老师啊，因为有些老师比较懒，他不想要接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我们国中的时候也是，就是接一大篮，然后里面有羽毛球、有棒球、有足球什么的，然后大家对啊，就是拿那种蓝色的篮子啊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国小把别人手丢断了，太恐怖了吧？他丢石头吧，这位朋友。但是我不太会想要丢那种，就是摆明他就是根本不躲，他就是蹲在那边给你打那种，我就觉得就轻轻丢一下，让他赶快出去外场，赶快让他接头就好了。就是、比较 nice 啊，有些人看到那种就是妈的跳起来，妈两手砸你。真的，我以前有一次在场上跌倒、啊，然后有一个男生拿球砸我的头呢。对啊，是全力在砸的呢。对啊，那我就觉得说，就为什么就是这个是一定会玩，是因为它成本比较低。嗯，因为他不用器具，他就是要球。对，然后他技术门槛很低，只要你会打人，然后你有杀戮之气就可以了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只要有 buff 就可以了。对啊，那然后你的眼睛变成血红色，然后冷酷，或者还要一点念能力。然后眼睛要超级小这样。好可怕哦、还要会发电，那我就觉得说啊，那我们班以前真的蛮和平，因为我们班以前就是你知道这个人是不想打，他不是那个不是好战分子，就是真的就丢一下他的腿还是什么，让他赶快出去这样子。哎、欸，我们是完全会把他当空气，哎，就直接他坐在旁边，我们就自己玩自己耶。对啊，可是那种有时候会被骗，就是他就说，哎、欸，我不想玩，你丢我腿一下，然后我们丢他头，我出去外场凶的跟什么一样，超恐怖的。哎呀、啊，就这样啊，那就是一个，哎，也不知道，现在小朋友还要再打吗？好像还有。说他那样对我是因为他喜欢我，哎、欸，你们男生小的时候真的会对喜欢的女生比较坏吗？我不会，我小时候对我喜欢的女生超好。我觉得就是不对，对女生不一样，可是不知道怎么处理那个情感。但是我不会想要去伤害她，可能会跟她打嘴炮，但是不会想要去拿球砸她。我国小对我的女对我喜欢的女生好到真的是，我觉得我小时候根本就是妈个牛郎。我真的是会，我真的是国小的时候就是会中午就是买一个零食。然后午休的时候，他睡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就偷偷爬起来，然后把零食放在他桌上，这样。然后他起来的时候就会看到。然后睡到一半，他手举起来开一个香槟，然后他一边当然就很小声，因为是午休，香槟王，香槟王，双倍利，双倍利，你是真的不是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听你们有点电子音呢。真的吗？我听你们有了。有吗？对，我听你们都正常，我也是正常的。我、哦、现在正常了，现在正常了。他听我们这音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还是电子音的啊？怎么办？那我们现在能播？哎、欸，
不对哦，是我播啊，现在是我播啊。我觉得我网路、欸，我觉得我网路今天有点怪怪的哦。Oh my god！哎、欸，好，现在应该是好了，过一下就好了啊，应该是过一下就好了啦。Oh my god！ 不听我。我小时候，我小时候对我喜欢的女生超好。他说你画面停住了。真的假的？对。嗯。关键是坏的也不是有问题啊。可是他就跟他的家用电器一起坏掉了。干，我听你们抄电子音的，怎么会这样？你从不听啊？看下你的 OBS 吗？我 OBS 上传正常啊。丢失影格有吗？丢失影格，丢失影格零。好，那你聊天室有问题啊？那你先挂掉，重新连进来。可是我看你的实况也是停住的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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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吗？你多讲一点话。那我现在这样子的声音可以吗？哇，你简直就是不理智。你啊，好不好？换我播好了，换我播好了。没有，是六探播的啊。那就换爸爸播播看啊。播看播看。拜拜。对啦，我刚重开机了，现在应该是 OK 的。不行的话，我再开。现在应该 OK 了，现在应该 OK 了。你那 OBS 要重新那个拉一下声音。我 OBS 是开最高的、啊，我是直接用那个电脑调声音。哦、oh, ，好。各位，我们回来了。可是还没开台灯线。我已经开啦、啊。哇，我看到你开台了。我刚才讲什么我忘记了。讲你是香槟王。刚讲到刚讲到我对我国小喜欢女生超好。我就是会每天每天轻弹。每天轻轻呛呛。每天抽弹。我就是会。我就是会每天都买一个零食，然后在午休的时候放在他桌上，然后他睡起来的时候就会看到这样。然后他如果有示好吗？他会跟我示好，然后我应该是这样做这件事情持续一个礼拜之后，他就传一张纸条，国小的时候传一张纸条来到我桌上，问我说为什么我要一直送他东西。然后我就直接写超大四个字，写我喜欢你，然后传回去这样。然后他就没有，他就没有传给我啦。然后他第二天，他那一天整天回你一个杠杠脸，没有啦，滚，回我俩，回我 z z z。然后他那整天没有跟我讲话，然后第二天他也没跟我讲话，然后第三天他就自己找流氓来打你，他没有啦。第三天他自己在家里烤了一包饼干给我吃。里面下毒？没有啦。然后咧，最后结局是如何？就结局是他后来赏我两巴掌，没有啦。后来没有啊，后来就是他转学了。他过一年之后他转学，因为他们家好像他爸换工作还是什么什么，然后他们就转学这样。好惨哦。对啊，然后转他转学国小吗？他转学的时候，最后他在学校最后一天，我还买了一个礼物，然后他也买个礼物，然后。我送他，送我，结果我们两个送对方一样的礼物。因为学校只有卖一种，没有，我是在徐水轩的营养口粮，我是在忠贞国小旁边那个玉胜书局买的呢。没有，我送他一个，他送我一个相框，我也送他一个相框，然后我送他是箭兔的相框。
你送什么？我送他一个相框，他也送我相框啊。嗯，然后我送他的相框是一个剑兔的啊，然后他送我的相框我忘记什么，但是里面的照片是一张中指，里面的照片，里面的照片是一个尸体。这对，然后后来他转学，然后他转学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小五，然后我小五的时候，小五是六探出国那一年啊，我小五的时候，然后也是六探出国的那一天，我在机场捡到手机嘛，所以那天开始我就有手机了。然后他小五要升小六的时候转走，然后我拿手机，然后他也有手机，然后我们就传简讯聊天这样。好贵，然后超贵的。那时候妈那个月钱3000多块被我妈揍一顿。然后光小六好贵。然后而且我跟你讲，最厉害的是，他转学过大概一个月之后，我们就是用手机聊天。然后有一次，他就打电话给我，然后他就说他心情很不好，这样什么什么。然后我们就聊天聊一聊，然后我忘记怎么讲到这个话题的啦。反正就变成说，我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你记不记得我之前写一张纸条说我喜欢你？”然后他说：“记得啊。”然后说：“那你喜欢我吗？”然后就说：“嗯，喜欢啊。”然后我就哇，算。然后喜欢管好你的钱。国小吗？国小啊。哦。然后那个时候就后来就长大了嘛，就没有联络。然后一直到 Facebook 出来之后，应该大学的时候吧，就是有一天他就加我 Facebook 这样，然后才联络上。然后我在有一次大学的时候回中立。去那个大城市打电动，那时候还是大城市，在打电动的时候，他还跑来找我这样。我看过吗？你应该没看过吧？对，因为他就只有，因为他那个是他，我大学的时候他跑来大城市找我，是我们自从交换完相框之后第一次见面哦。所以少说也有，因为那时候都是传简讯。对啊，所以就算不从，其实算小六那年不算，国一、国二、国三、高一、高二、高三、大一、大二、大三。9年后最第一次见面，这样屌屌屌，然后超屌的，然后他还跑来大城市找我，然后还跟我拍照这样，然后他现在人好像在新加坡还是哪里，反正他们全家都出国了。我以为他们全家的，他们全家都封锁我的 Facebook， 他们全家都封锁我的 Facebook， 其实都还是台湾，看很浪漫吧。看我小时候，拜托，小时候就超会把妹了，就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之后，妈怎么把都把不到。我刚还想说，屁然最好是怎么把都把不到啊？对啊，欸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只会嘴炮，我真的超不会把妹的。可是嘴炮就可以把妹吧？没有，嘴炮完全把不到妹，就是真的把到妹妹而已。你们刚刚在讲说什么国小什么喜欢女生会干嘛干嘛？我回想一下。那我国小超恨女生，我国小也很讨厌女生，我国小很讨厌女生，我国小也很讨厌女生，所以我都只有跟我喜欢的那个女生讲话，然后其他女生我几乎都不跟他们讲话，就这个性别，这超严重，对啊，扯，扯扯扯，扯扯扯，唉，我现在反而长大之后跟喜欢女生讲话就。不好意思，我等你等的很可爱，你可以喜欢我吗 ？Love me please。我不要出来自己。哦，啊，对，我突然想到，还有人会写咨询跟说，你可以帮我问杨纯喜欢他吗？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，什么东西？就是会那种
一切都是天意。那你是不是还要吃一个葱抓饼？是哪一首歌、啊？可是我觉得跟 DDoS 没关系啊，因为他也要知道你 IP 的可以 DDoS。DDoS 什么 DDoS？ 没有人要 DDoS 我们的、啊。不是啊，我是说你刚才不是说不要透露谁开什么的、啊就是？没有，我就想说各方把实验的要素按下试试看嘛。那、okay. 啊、你现在开了是不是？你这匪然看没有没有，我是认真问，因为我这边还没有啊，啊就很匪然啊，我没有讲谁开，我这边还没看到啊。谢谢呀，刘汉，今天你的真的难剪了，各种不同的放位置，然后跟各种不同的。看到了，阿刘汉是怎么都没有人。我们终于因为刚刚有 slowmo 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，不是 slowmo， 我直接把人是关了、啊。我们终于失去了人气了，终于突然觉得开台已经没有人在看我们的台了。可以回到以前没有人看的时候，自己要走到这一天啊！人还是很无聊哎、欸。好、啊、，LG 就在今天最后一集播出了，谢谢大家。超无聊的，真的白痴哦、喔。下个礼拜。下个礼拜六就没有 NG Workshop 了，我们就会变成 GNG Workshop。为什么？太小啊，就是。好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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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是 Gil 探鸟屎。哎、欸，不行啊，把聊天室要把聊天室打开啊，因为我这样听不出来，平均就是声音 O 不 OK 的。搞不好其实我这边超爆音的，然后你这一段根本就不能用。啊。你到底有多讨厌聊天室啊？没有，我就觉得很一直在吵，先冷静一下啊！好，我看我看，哎、欸，你看，你没办法，你放开了的那一瞬间一定是这样子的。为什么？妈的、啊、是动物吗？干，一定你啊，就测试一下 O 不 OK 这样子啊？那也没办法，因为8000多个人啊，人都本来就会这样子 啊，这是一定的。好不，不知道。我们刚刚讲到哪里？哦，对，我国小喜欢女生超好。讲完了，要讲这个已经讲完了，已经讲完了，已经讲完了。我把你们拉小声一点，好好好，嗯 ，OK。现在的话题是葱抓饼。我比较大声，到底是我比较大声还是？吃大便。我把电拉小一点。好。哇，好好吃哦。好看这样怎么样？好好哦。好不尿。唉。好饿哦，好想吃牛排哦！怎么变牛排？刚不是讨论葱抓饼吗？真的，我现在仔细回想一下，男生就是小时候的男生，真的都会对喜欢女生比较不好吗？我是真的不会啦。但如果以平均值来说呢？也不是说不好，就是会比较特别，比如说，想欺负他之类的吗？对，想。可能走过去啊，弄他一下、啊，或者是嘴炮他一下这样子啊。可是这样子，你们都不会觉得就是会让女孩子伤心之类的吗？小时候哪有管那么多、啊？你要问妈好了，我是不会啦。对啊，我是真的不会啊，我是真的是用一个老油条的方式在跟喜欢女生。老油条。我小时候的时候，我可能是比较正常一点的、啊。那我看一下。老王，你有碰过吗？就是没有，从来没有男生对我示好过。我不是，是不是不知道真的会被欺负吗？真的会被人家欺负吗？怎么好像没有被，好像没有被欺负过？是真的被欺负。大家都跟我称兄道弟，还为我两肋插刀，完全没有被欺负过。只有很常说，干打球啦，白痴走啦。当男生啊，干你为什么不是男的啦？干，就是常常被讲这种话啦。干走到厕所，超夸张，直接打走厕所，然后尿完尿还甩鸡鸡给你看，哎、欸，你看你鸡鸡会抖，完全是直男相处嘛。哎哎哎，看一下你的屌。哎、欸，你想不想抠包？屁呀！快抓，我们吃包啊！屁呀！看我低级，最好是国小生那么讲的。把我拉去角落说：“哎、欸，你兄弟，我才跟你讲，我跟你说，我真包皮有点破皮，很痛。”狗屁呀！我就看到他的时候，然后打个冷战，然后说：“你看我，看到我打冷战没有？因为我鸡太大，掉到地上冰到了。”好幼稚啊！
我没有，这句话都是在讲这些东西啦，屁啦，无聊，直男，直男好无聊，直男反正无聊哦，直男 boring。你没有看到那张图吗？就是说女生几岁几岁的择偶条件那个图。没有，反正二十岁就说什么哦，希望他很温柔，什么又很幽默，什么什么。然后就是每过几年，就是那个条件越来越少。到二十六岁以后就想，只要有工作的男性就好了。对啊，才没有！我在这里跟你们说，才没有！我快二十六，我还是抱着很多幻想的，好不好？没有啦，有些人就可能就真的是，可是我还是、真的很低需求了吧？可是我觉得那可能是日本吧。就是他们好像很想要赶快结婚，赶快解脱这样。好像是。我就不会，我可是没有办法，因为在台湾结婚之后的生活环境也可能没有日本那么好啊。对啊，可是对啊，没办法，就是文化问题啦。对，我觉得是文化问题。怎么？好麻烦哦。要不为什么这样子啊？我进去了。喂。啊，有！你看大毛那边就有，因为我我知道做我们 ID 什么？我开台了呢，我打字给你。这样哎，可以吧？你开了吗？还是有啊？你自己 Skype 那边先挂掉。哦，对，这样嘞。好了 ，OK。怎么有广告？喂，听到吗？喂，可以。听得到。我讲话听得到。可以。听得到。会吵吗？不会啊。老王怎么没讲话？喂，我忘记开麦克风了。屌，我把钥匙救上来。哎，他上来了。我把他拉上来了。是公爱。给我讲话啊。是公爱。喂。喂。听到吗？一样了，听到了。欸，那我可以用变声器了耶，可是我这个新电脑没有变声器，好麻烦哦，好爽。可以不用装没关系，可以不用装，可以不用装，可以。好爽。看我的变声器咧，靠，没有变声器不想开台了。没办法。哎。今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！啊，你现在开了是不是？我开了吧。我这边是不是有杂音啊？没有，没有，还好。没有，我听没有。因为我看我的前面的小喇叭一直自己亮起来。我听没有哎、欸欸。我看你没亮啊。右下角那个把麦克风把它打开才有。哎、欸，怎么内放、欸？怎么会有回音？刚怎么会有？怎么有广告啊？刚现在没了。对。哎、欸，怎么会有那个啊？你说实物影片吗？跟聊天是完全没关系吧？什么东西？不是，就是有，好、哦、有。好，哎，都可以了吗？你可以讲话。哎、欸，可以让它自动感应吗？可以啊，调一下。右下角那个打开，然后选音量感应，然后把那个看要调多感应多高这样。诶、欸，现在咧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现在可以啊，现在可以啊，这样应该不会有回音吧？不会。好 ，OK。OK。我真的发现我这台电脑真的，我这台电脑真的没有变声器耶，怎么办？我知道，我们用控麦模式，然后再改成，喂。你们要改成那个直接发言，这样你们可以讲话吗？你说直接拿麦，直接拿麦，对。喂，这有什么差吗？哎、欸，就这样杂音好像变大声嘞。就刚才那样就好了。好。我看我值都是亮的。OK， 好了。这样比较好，这样比较好。刚刚是高音值模式，但是就是要抓杂音。可是刚你的声音真的变比较高音值，没有错。但是就是有，就是杂音也收得到啊。反正现在是可以的嘛，现在可以了，现在可以了。啊 ，OK， 开了吗？这样，开了。啊，好。哎，不知不觉就这样也跟我们拖到一点四十八分了。睡瑶，谢谢大家，今天就到这边了。睡瑶，睡瑶，睡瑶。
你们、欸、可是今天怎么会这么多人啊？没有，那个一定是坏掉了，那就不用。应该是坏掉了，我觉得坏的。一定是坏掉，就不用去 care 那种东西啊。哦，拜托 ，LNG 小圈圈怎么可能那么多人呢、啊嗯？没有，那个时候有超多，什么两三万，那是爆炸啦、啊那個、就是坏掉啦、啊。对啊。可是我还是不懂，你们怎么会被这东西影响这么大？影响什么？我是说，怎么会就是被这个人数这个，就是感觉不是？我是说影响很大。我不是说你，我是说聊天室的人。我是说。可是退学出问题，为什么 Skype 也会有问题啊？我个人就不知道啊，管他的，反正现在没有就好了。对，现在不会断就好了啦。对，就这样。乖乖的。嗯哼，但是我们就不要管他，反正再断就顶多你上传很麻烦。如果再断的话，因为这样六探上传会麻烦，所以如果等一下再断的话，我们各位大家就召唤峡谷见。什么意思啊？有缘见面的话，就跟我们五个召唤峡谷间。好，待会我把你们拉大声一点，阿西比较小声。啊！呀！呀！刚讲哪里？刚刚讲鸟屎队，我是不是又是讲完了？讲完了，又是。我突然觉得今天晚上浪费了很多时间在讨论同样的。我们每个礼拜都马上浪费很多时间。你以为我们每个礼拜都充分运用时间吗 ？No， 全部都在讨论他是牛郎。No! No!Fuck no! We never 充分利用礼拜六晚上。呀，那我们最后到底在讲什么？哼，啊，没讲。我讨论就是刚刚鸟屎那些早熟的老油条行为都发生在他国小。对对。然后我又说我国小的时候都没有任何喜欢女生。所以没有任何的。可是我觉得国小就恋爱好猛哦、喔。就是我有喜欢女生的时候，已经脱离那种觉得要作弄的中二期，我觉得啦。然后把你们再拉大声一点。可是我其实也不是国小谈恋爱啊，只是就是有喜欢的女生这样。可是我国小跟六探一样很，很有一点丑女其实。嗯，感觉你们到现在。现在还好，现在鸟屎丑女而已，没有人丑女。屁啦！我现在哪丑女啊？我现在热爱女性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我拜托，时光界没有比我更好女色的人。我怎么觉得你的想法都不太对？对呀、啊，没有办法，因为我只能走比较偏激的路线，不然大家就会觉得，那大家就会说，哦，鸟屎尖好正常哦，不好笑，我真的很可怜。好像蛮可怜的吗？请问鸟屎生气了吗？我要嘛就要说黑的，不然就要说白的。我说灰色，大家就说我怪怪的，我也不好跟你们。你不要迎合自带观众，你好极端，好干，突然就是一个极端的人。你这个废物！你们说我极端，你们怎么不去骂那些让我变这么极端的人？超扯！比如说林俊伟，谁啊？谁是林俊伟啊？我国中同学，关我屁事啊！对呀、啊，关我屁事哦！扯！哎、欸，你们知道最近那个 Dub Smash 啊？嗯，被有观众贴给我，里面有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录音呢？哪里啊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它里面有一个是我说我真的觉得好累哦的那一段呢，可以对嘴。啊，那个到底是哪里来的 app？ 是不是人家可以上传音档？就是人家可以上传啊。然后今天有观众贴给我， 然后我去找真的，我放给你们听。那个是什么？那是就是给人家对嘴那个吗？好烦哦！我真的好累，我觉得生活好累，我好有压力，我胸口好闷哦，我觉得好不舒服，我要生病了。